我的前方神秘的地方是宝山和码头。宝山亲子街，这里是可以坐船的。前面是一个码头，应该是，这里也是个码头，寻溪码头。东大街也在这边，小米日记好像是卖手机的，也有可能是卖车，电动车。这边好像在装修，还在寻高，是这样的，还在装修，没有开门。亲子馆，这是一个客栈，上面写着今日有房。这是什么桥？什么什么庄桥？第一个字不认识，近距离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字，远距离啊可能看不清楚。往前走，放大了看一下，还是不是很清楚。懂行的看一下这是什么桥。